加利面吃多多，但是加利再加那个拉萨的味道是如何呢？今天我带你们去试一下。任选新鲜搭配，还有酿料、价钱表。你看到吗？它西汉是大大粒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很饱满。它阿桑拉沙味很重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又辣又酸。有点辣啊，我觉得。来到怡保，如果你真的是要吃娘耳咖喱面拉萨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这间。宝贝们，你想看我吃什么？你敢敢留言，我敢敢试，也敢敢讲。下期见，拜。